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跟大壮来到这个练车这里了啊，然后看一下他练的怎么样呀。你看这边好几辆车呢，都在这练车呢。几个我好好看你，不要紧你啊。加油啊，每天都是练这个。看了一会儿大壮在练车啊，真的感觉挺难的。然后他这是练了2个小时吧，每天练2个小时。往后倒的时候主要是边上这个杆子不能撞上，如果没撞上这个杆子基本上是合格的。这一把倒的也挺好，等会儿吧，太热了，可累，练不了，我看。啊？几个倒几把，我看还可以。还是不是很好的，我感觉。一个枪吧。一个枪。嗯，哎，总体来说我看还不错。这个一口是咋回事嘞？是这个口的，一到那个口的。嗯。不能出那边，是这样的一口，不是，这并不是个小车，走倒也不倒，跟那个是不一样的。相当于两口啊，对，就跟出去拉货一样，咱你拿那个厂的是呗，这个门嘞它不一样，所以说必须得学会这个一，两口直接来回一。刚才我问教练，教练说大车14箱嘞，啊，关科目二，对，反正倒库讲是最难的，这个一库吧噻，这个学会了比都轻松了。回来吧。嗯。好大的。现在这个天呢特别的热啊，然后去这边那个便利店里面给他们买几瓶水，买了4瓶水啊，然后给他们送过去。现在已经练完车了啊，然后我们回去了。那今天我看上午你练的还可以。就是在里面一库还没有，明天学。嗯，就是左右道库是没有问题的。嗯。然后看。照你这样说，是今天比昨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好。对，回家吧。回到家还是没气儿，泡面吃吧。下午应该就有了，换上新表就行了。你吃辣的还是不辣？辣。咱有这边油条呢，可以泡。嗯。把东西盖一下，偶尔吃一次还是比较香哎。嗯，你吃就泡白吧。我这是香辣，又香又辣。